羞到发抖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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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让我羞到整个发抖，整个发抖，我太难了。趁料被 Never 和妹妹笑死了。早先就经常在直播间打架而上热搜，为此李佳琦还把他们送去了学校培训。现在看来这学是白上了。李佳琦双十一结束休息又开直播了，一上来就抱着妹妹，但是不嫌麻烦的想看好戏，还把 Never 抱到了镜头前。于是两只狗狗开始旁若无人的吵架，肉眼可见的身体发抖，李佳琦还不停的安慰。不过现在比以前好多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太可怕了，把那我关起来。看，让全国人民看一下你这个罪犯的脸，看一下你这张丑恶的嘴脸，罪犯，你看你多凶神恶煞，你的眼睛。